就很早，就是我 我平时都是8点9点起床的啊。啊，如果不用剪片的话，我当然可以提早啊。你们看到我 ban 人吗？他就恶意洗版了，这个我直接用 ban 掉了。他其实很怎么讲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看第一时间跑进来洗板，然后昨天也被 ban 了。我早安，昨天人关台后有稍微等一下才睡吧，等到几点啊？大概快12点才睡，没有快一点。昨天是整个没有讲话，在看影片，打打打。啊，这是早上起来的声音，然后这是早上准备起来，起来后一段时间的声音。那这是好呀，自拍，办公，等一下哦 ，AK Panda 一，早安 ，OD 早安。金早安，悄悄早安，早安呢、啊？这又是无聊的这个画面，要待一个小时。现在打麻将吧。You had it all in your mind.有一大清早的，他都还在睡啊，今假日哎。女生上学上网课忘记关麦，点开来听听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哦。好的。啊，所以
等下九点再来开雀魂。今天中午啊，没意外的话，或是明天中午没意外的话，会跟小林去吃饭。啊，不是吃饭啊，吃面。而他说约假日，假日我还等他时间，现在还没有理我。啊，还没回应。信好呀，欢迎信安安。聊天室都死人了、啊，没有。早安啊！你是不是也没睡啊？要不要去休息啊？好喂，哇，哭啊！啊，按错，又陈安安，哇，难得看到你没有准时出现呢，啊，你迟到了、啊，又陈，嗯要主招，准备上班，好，阿亮加油，阿亮加油，可以来看一下动森的东西，嗯，找不到了。
我找到了动物声友会，然后嘞，集合啦，动物声友会图鉴。按错，好烦哦、喔！一直按错，按错。昆虫图鉴即将上市，将上线，将上线。下个月就可以抓长脊大兜虫啦！冰山早安，搞大。冰山你早，早安冰山。芝早安。那个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对不起，因为不能贴这么无意义的贴图。你会到现在快50订阅，可能就是因为乱贴贴图。噔噔噔，谁升级了？法师升级了。
哎呦呀！出门踩到狗大便。晚点啊，看。我就不设机器人嘛，等到九点人数没有五十，我就先泰拉，然后泰拉打个标题说人数到多少，我就换游戏。不然到时候五十个人里面只有两个有大麻，然后就尴尬啦，对不对？我先设个那个投票好了，意见调查表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白痴哦、喔！等一下如果一大堆人那边，如果观众只有好像二十个人，有五十几个点有打过麻将，那好像不行。张安安，啊，想说来个意见调查表，就发现哎不对呢。看小说好，三拜拜，三拜拜。其实这个设定还不错哎，香菇配素，枯素配香菇，哎呦，
哦，痰好多。乱色。抱歉，在处理事情啊。杨韵早安，今天开始变热了。
安盼早安。夏西早安，不要再给我打宝宝就跑掉了，多讲几句话。我加个给我真的是很凶哎，不要再给我跑掉了哦，我不要啊，想怎样？那你结婚几年了啊？有跟我讲说十几年了，从国小就喜欢一个人到现在这样子吗？啊，韩国人哦，我就知道，可恶！所以那时候想说，你说什么游乐园跟你老公约会，然后看你头像是那个，我就想说，是不是你老公？还不知道你是谁，还是说他是真的是韩国人？你们有真的在一起？哎、欸，你是真的在一起，还是你只是在期待他跟你在一起？会不会太帅？哎、欸，你看我台几年了啊？应该也三年、四年以上了吧？因为从很早以前叫你韩文开始，那时候还没去 FB 啊，那时候在叫你韩文安安。哦，像男团那种，对啊，我在想说是不是男团啊，还是真的韩国人来台湾然后在一起？我只是好奇而已。演唱会认识的哦，认识不到两年就结婚哦，哇，那结婚几年？应该说结婚多久了？我问太多了，如果不好意思回答或不想回答，可以不用回答啦，只是好奇问问。如果老公是头像这位，我估计不用待在台湾了。儿子不用待在台湾，你就不用来看我的台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对哦，这次没有玄冥禁止水耶。还是要用 FB 私讯我，哇，各种骚扰，没有啦，只是很好奇，我每次都是打完招呼人就不见，
然后又说是人妻，像哪像谁？海里面还有一位哈娜，还有就是去年就结婚。明早安，搞大搞大。搞不好人家是挂听，挂听是什么？挂着听吗？庆安安，挂着听台吗？还是什么？看到你开台我才想到八点多了，然后嘞，看到玩光遇才想到我还没跑图，看到玩光遇才想到繁星原来玩光遇哦，你还没睡，给我去睡觉，我是让你不睡觉，我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没不让你睡啊。为什么不睡觉？本公司，看了整晚《宝石之国》长篇同人文，哇！我的天！我当时那时候《宝石之国》动画化的时候吧，那时候是第二集而已，我想哇。这画风我好难接受，因为人物就有点那种 3D 动画做的太就不流畅的感觉。可是第三集之后就觉得哦还可以了，然后直到想说后面等不及了，跑去看那个看漫画，结果才发现哇，怎么不断的一直胃痛胃痛胃痛的东西哇！那直到很后面，到很后期，很后期，他已经变得不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想说、啊、算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越看越难过。各种就是很多各种那种，有话说不出口，然后来不及说就突然不见了。走了，还有还有什么？也、欸、差不多。有人怕剧透的吗？因为我觉得他后面有两个角色突然自啊算了，好，我们就到这边了啊。那另外一个胃痛的就是那个啊，我觉得也不到会痛哎、欸。当时他们觉得很胃痛，但我看到后面觉得还好，就是那个来自深渊啊，对，我觉得宝石之国如果是满分十分的话，它有九，对我来说它是有九分的痛，那来自深渊大概只有五或六而已吧。我觉得今天会胃痛的原因就是因为。我说那个啊，来自深渊会痛的原因是因为很多胖宅宅啊，可能不能接受那种小萝莉小正太，然后突然这样子啊。如果今天换了一个中年大叔被做成那个电池包的话，那又会是怎样？宝石之国终于要复刊咯，啾咪。哦对啊，他就是休刊很久啊，想说哦卡在那边要不要出，到底是要不要出，出的不好出，不出的好出，不出的比出的还好出。
原来九分的痛，我以为是好看度哦、喔，没有啦。真的要讲宝石之国，我觉得，内容我觉得就是因为前面太好奇，说后面到底是怎样啊，什么啊狗，才会一直看下去。就越看越后面，就是就一直在怎么讲，就是有点那种热血翻白还是什么，就是啊，打不赢这只 boss， 又突然来个。突然来个超大进化吗？就是如果 boss 是十分的话，啊，主角可能就只有六分七分打不赢，那突然一个事件打开变成十一分，啊，又打赢了，啊，下一只王又一样，有吧？像死神啊，然后家庭教师啊，都没有一个角色成长，就是一个突然大进化。就突然从数码宝贝一个突然进化，作者修刊原因好像写说拿到 PS5 可以玩，那就合理了啊。我看来自深渊反而觉得有点恶心，就有一点点啊，他就是恶心。我觉得不会到胃很痛，那时候看起来就只是觉得哎呦哎呦哎呦，然后反而是有点难过，不会到胃痛。就米蒂那一段啊，啊！那时候完全有那个带入感，你知道吗？就完全带入到娜娜奇的感受。然后那时候看到跟着一起哭，你看几次哭几次，对啊。那再来是来自深渊，如果你看漫画的话，就是动画修饰的很多欸，就是应该怎么讲，来自深渊的漫画其实它的那些那个阴影模糊那些做太多了，而且他好像不是也本来就是成人番的动画吗？看第一集就知道了，然后把女生裸体吊起来的，而且那时候我完全看不下去，就觉得女主角也太屁孩了。当然人家是小朋友啊，但她真的是太屁了，所以我每次看，我之前看《来自深渊》，我是直接略过女主角再看剧情。都是靠队友凯瑞，然后反而是现在唯一在追的动那个漫画，已经被泡到太不想要看下去。一开始觉得想说哇，这设定哇，作者很会想还是什么，然后就很多人就评论说完蛋了，烂尾了啊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海贼王，人人果实变成动物系果实。其实不知道是很早就铺陈好了，还是真的想不到要怎么圆这场战斗。你看鲁夫，其实他以超人系果实来说，他回复能力也很强啊。对，动物系不是最大的卖点，特点就是那个超强的回复能力。桃子猪在佐助，干嘛把你 ban 了？我把你给 ban 了。再见了，一夜月。哇塞，好痛。再见啦，一夜月，让我会缅怀你的。
早安，打疫苗才能休息，呱呱拜拜。每次没有点。没事啦，他很多，他很多号啊、哦，也是呢，没事，再多的号，哎、啊，一天永奔一次，他半个月就没了，没有永奔啦、啊、怎么可能永奔？观众已经很少了，还永奔？但还是你们其实想看光阿哥光玉跟。泰拉瑞亚才进来的，没有想看魔力宝贝。好的，要说，那以后我蹭车的时候我就玩魔力宝贝，我都私下了。这样三天练一级，那所以我们大概半个月可以升到四个五级。我们就一夜月开账号来打卡了，教主，我来求 ban 了，好 ban 掉，再见一夜月，就发现后台全部都是一夜月的那个 ban 人讯息。也太 M， 然后就当作是每日打卡任务啊。说到打卡，我看一下那个鹅鸭狼人杀上线领个奖励，鹅鸭杀。谁的骨盆最端正？谁的骨盆没有端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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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哎、欸，对，不过昨天学到就是，因为那时候不是我带去别人的台的时候是用那个嘛，订阅功能，就是我有订阅这个人，就可以带过去这个人，所以昨天才知道，其实你在那边贴网址，就是我不是那时候说要带你们过去谁谁谁台，其实不用贴网址，我直接把网址复制到后台就可以把你们全部带过去了，所以今天关台的时候再来试试看。宝可梦联赛，剑与盾哦，好想看哦！打开来看看好了，打开来看看好了。混乱公子，阿皮啊！啊啪啪啪！你要练那种攻击就一下很快的那种宠物，像哥布林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干净利落。下次知道了，下次就练那种攻击就一下了。所以盼盼要去睡了吗？盼盼要去睡了吗？盼盼，盼盼，你要不要去睡啊？盼盼，绿界是不是挂很久了？昨天还正常啊。你抖绿界哦，看一下哦。好啦，你要去睡了，晚安，晚安，盼盼，晚安。王子，我看看哦。你想吓我？你想吓我？实况组收款明细，阿许，感谢欧弟的30块，查看留言，抖内内，好，我帮你安排一下。等一下哦，中文。欧弟信用卡交易完成，抖内内，感谢欧弟的30块，完了，谢谢欧弟，谢谢抖给我一根蜡烛，应该是一根蜡烛吧，不是150块一根那个吗？10根蜡烛，谢谢欧弟的一根蜡烛。好热哦，开始热了，开始热了。You helico mining。Happy Birthday, Joe。好的，我们再画干一次膜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
嗯，开了一个小时，人数没有起来，过气了。啊，不然来玩一款游戏好了，我们玩到人数起来再打日，可是好热哦，已经32度了。哎、欸，有一款很久没玩的游戏，忘记叫什么。爷爷干嘛？我没有 ban 你，干嘛？好像自己 ban 了自己十分钟才回来。哎、欸，真的好热哦。代码，白痴哦，白痴哦，白痴哦。恶名昭彰，安安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自编，对啊，哎，不是挂台，啊，挂台不能听台。那绿界昨天。哎呀，前天有一个谁，第一次跟直播在干嘛呢？在练功，在打怪练功，在练技能。那个谁抖了30块，啊50块。哎、欸，我昨天在玩泰拉的时候有个抖了，我看一下是谁。哦，银离。第一次看台要看台规吗？好，你送个台规出来，谢谢，感谢信送个台规出来吧。好热哦、喔。啊，要看台规很多，其实有大多数雷同啊，只是要注意的是第九点。我讲话总好像，算了。突然好奇，超级留言可以交出台规吗？不行吧？你试试看啊！
又要迎来一次寂静呢？不会啊，没事啦。啊，这游戏反正就是开着聊天呐、啊，没有天可以聊，就看画面呐、啊，就当做有个背景音乐做事情嘛。用来迎来一次和平的一天，感谢飞天小女警的努力。有用吗？好像没有诶、欸。好，感谢欧弟的30块，没有。应该没有 CD 吧？等下等那个通知跳出来的音效，然后等下再手动打一次台规。好像没有哦。靠腰。对，没有。那欧弟，你在聊天室打一次台规，混乱攻击。啊，看来是不行，谢谢欧弟。简体字可以叫出来吗？不行，它是侦测你试试看，它是侦测那个啦，它是侦测我当时输入的是什么文字才会出来的。啊，简体我不知道，你大家看呢、啊？啊，我相信是不可以啦。再给我两分钟，不可以会被吃，被谁吃？这是什么？谁会吃掉你？所以现在是在玩机器人吗？没有啦，在测试。怎么可能在玩弄它呢？我打了三次都把台龟吃了。哎、欸，你有打字哦、喔？我完全没看到哎、欸，我连看都没看到哎、欸。我好奇。早安，他昨天穿的怎样了？我穿过吗？
虚惊一场演唱会。哇，没有趁你睡着或是把你灌醉的时候把你换上衣服。我没有灌醉你，然后把你衣服啊，先把你衣服脱光光拍照，然后再把你穿女装再拍个照。那这时候就问你说，你要留哪一张？都不知道他哥的还是今天运气不好，运气不好。我不喝酒，你忘了吗？啊，我有说安眠药啊，我有说安眠药啊，你有包吗？太残忍了吧！这要人怎么选？我昨天是真的想喝冰火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觉得热闷。想喝点什么？那昨天晚反正想要睡一觉，醒来再开，又开到九，九点半吗？哦，八点半给我网络断掉了一下，短攻击。而且我自己住一间，安全没问题。哇，你又知道你一个人住在这边，搞不好晚上有人陪你睡觉，你都不知道。搞不好骚灵在陪你睡觉啊！你就看看柜子东西有没有都倒下来。我怕，不怕，怕是怕你把人家带回家，就发现你开始变得婀娜，很妖艳。我哪有，我像是这种人吗？教主，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，就变成说，哎呦，教主。为什么都要欺负人家？人家是这种人吗？这样子够骚了吧，番茄？他这间民宿的摆设挺奇怪的。我们那天去住民宿，住一个有点，那叫什么？就是那个哪里？美国的原住民叫什么？哦，印第安的风格，还蛮好看的。就是都有标靶，然后羽毛的那种老鹰啊 ，eagle， 只是怕以后没他不行，没关系。啊，一个老鹰叫 eagle， 两个老鹰叫两狗，老鹰吃水果叫水狗。老鹰很热叫热狗。好了，休息休息，换游戏换游戏，去拿早餐一下，拜拜拜拜。啊，为什么老鹰却吃却是狗？吃什么？没有，不是老鹰叫 eagle 吗？
那这边台湾国语就是一国、两国、三国啊，个啦，然后果，水果的果，乐果，水果一果，水果。啊，一个小时又过了，好，要玩什么呢？安安，哇，奇怪的问题，你好，接通，欸，你是叫接通啦，忘了人家名字啦，欸，恐鬼更新，定期更新什么？我来去看一下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都觉得。原来你是我的空归真归真，看一下更新什么？更新资讯。George, I've arrived at the location. All right, be careful an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you find anything. 我们不再依赖 Windows 语音系统，这意味着更多平台，例如定制的无需设备并修复了那个。您现在只需要在游戏中设置麦克风，而不是 Windows 的任何麦克风。您现在可以在音频设定中运行。什么意思？目前支援语言，这应该不是语音吧？它是语言呢。麦块有更新，我知道，那天闪闪还在玩，我知道，我有看，好吗？我们家闪闪还是跟我很好的，他还是会对我撒娇的，好吗？放心，就这样子啊，李同学安安。风速露营地的篝火旁边会提高周围的温度。哦，啊，等一下哦，先闭嘴一下。哎，它更新太久了吧？等一下哦，我继续看一下更新什么。我们收到关于三个实体会在多维报告更多信息。什么意思？新增三个鬼哦，永远骚扰的鬼，从墓地里复活诅咒的受害者，总是看着什么意思？这三个鬼会在两周内出现，几率增加。这三个鬼，哎，还是说这三周里面，这三个鬼出现会几率增加？你要看看吗？我没有。那时候不在开台吗？我没有开台啊，我关台了。这个是给大家两周内才尝试我们更新之前弄清楚鬼的能力，变成要补丁。新更新卡车里面获得新的模型，你现在可以购买四个打火机和三瓶盐了，哇哦！太棒了吧！可以买到三个盐跟四个打火机了哎！为卡车的坡道上金属添加了新的脚步声，哇哦！设备现在放置卡车墙上，放置任何背部的墙上，类似于摄像头会之间添加自定义难度更新。玩多人游戏时。免费长生点的数量增加，免费长生点，三名玩家加一，四名玩家加二。语音识别屏上免费删除。卡车上，哦，这是修正还是更新？当幽灵类玩家通灵时，在游戏显示幽灵的无什么。这个等那个好了，等边角料。看到了，欸，修正，醒脑丸不能用于复制与额外用途。拍照时的延迟已被删除。哦，这个那时候就感觉到啊，其实那时候拍鬼的时候拍下去的瞬间，那时候还说没拍到，就是游戏设置还是那个。
啊，他有时候都讲英文的，英文的鬼 ，Yuri， 你不能再被点燃的，啊，你不能再用点燃的蜡烛点燃打火机，什么意思？他是讲反了，蜡烛现在可以与其他点燃物一起点燃蜡烛，哦，可以拿蜡烛点燃蜡烛，蜡烛和打火机的火焰现在会投射正确的阴影。关闭和打开开门是，哦，欸，更新蛮多的哎，我来看一下好了，来看一下好了。You， 不停落下来，花怎么都不开。我的天哪，怎么更新那么久？更新永远都夹着空白。哎呦喂啊，我卡，啊，好卡好卡，等一下哦，点一下那个叫啥子呢？那个点击忍者啊。个奇妙奇妙的游戏，比米奇妙妙屋还奇妙。我先给你们画面，因为现在那个游戏还在跑。可是，东西打 together， 哎，对耶，打开了 together 给你们看，挂台奖励，这个是点击零。点击的忍者，其实玩到后面有点难冲欸，那就是点点点点点，然后你当就累积左上角这个累积到一个量的时候，它会自动攻击，然后现在就是这样子在打。但钱赚好，真的还到后面钱好难赚，喔，啊，先关掉，不关掉游戏不会更新，白痴。他卡在已经完成100%了，但是还没有好。啊，对的，有跟。好多游戏等待更新哦。Monster Hunter Rise。嗯，好了没？红鬼镇要多久？大家没画面会很无聊呢。好了没？啊，等一下哦，我记得我一款游戏好像也想推西敏他们玩，没有他们玩啊，我没有要跟他们玩，让他们玩就好了。多人闯关。啊，英雄围城好像要更新，我要新赛季。欸，他还在跑欸。欸，说到这个。好啦，开个麦快。我还 OK。早安。
早安，早安。哎，对呢，有 Switch 可以玩呢，为什么不玩 Switch 要玩麦块啊？奇怪。没有啦，我是要去登那个啦，登 Happy 手领东西。啊，把你们叫醒喽！没有，乖乖的。啊，这就是刚刚有气跟没气的音啊，刚刚很抖，就有点。好了，那个麦快打开了，哎、欸，孔鬼坏了啦！更新哪有那么久，100%哎、欸，大哥，还是今天是孔鬼例行更新，去上课啦，挂着哦，你还是学生哦、喔，哇哦。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，我好想好想你。要打通一封电话给你，我好想好想你。每次见面第一件的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。刚满哦，生日快乐！无论晴天还是下雨，都好想好想你。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，你都不相信。老师来问我有没有想你，我不懂得甜言蜜语，所以只说好想你，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不知道什么胜利姿势战士套装，想通问我不用平淡。好，不用了。他不是要猫咪。好了，我们抽完了，我们很棒，我们很棒，钻石口袋。修补城市中，我修这么久哦，剩余哎呦还有剩余时间哦，修补时间看到了，经验修补时间已经没人再玩这款了。哎呀，忘记载材质包，忘记载材质包，忘记载材质包。材质包没载，等一下画又画不出来，跟白痴一样。点击载入，好喂。那恐鬼阵剩下1%、0%，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玩恐鬼阵了。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，你都不相信。很多次爱问我有没有想，哎、欸，对耶，这样子我还跳不跳得过去啊？啊，不行，好，我想说，我跑酷应该有进步吧？啊，不行，我狠狠被教训了，是吧？哎呀啊，你的酒馆对我打，哎、欸、怎么又有验证修补，哇塞又要多等1分钟，哎、欸、他补好久哦，那我们先玩这款好了。
哎呀，看看我多会画画啊！人又跑掉了啊！耳盲耳屎谁？有耳盲耳屎的图哎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耳盲耳屎。好，忍者龟。这个应该是玩家自己出的吧？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怎么画啊？哎，我讲一下哦，忍者龟是我。我幼稚园就会画的东西耶，退步了，退步什么？一直都不会画画，我会觉得我会画画嘞，太亮了，啊，这个应该可以。那忍者龟出很久了，很久啦、啊。你说跑酷哦、喔？哦，对。哈哈，这好，是这个人出画的吧？哎、欸，好强哦、喔！这些人是有病哦、喔，怎么强啊？
啊，想改票哎、欸，想改业他。左上角好可爱，我觉得蛮可爱。我想给这个啦。哎、欸，没想到是他跟我比哎、欸，都不愧是我看中的人。篮球的影片超强的，我有看到啊。那个我有看过，哇，这两个在比耶、欸，不行，我刚学了他。不行，我觉得我太没创意了，我应该要画像这样子的哦，好没创意哦，这狗狗比较棒哎、欸。哎、欸、，GG， 好了。我觉得上次有一次最好笑是跟观众玩，结果这那时候来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大佬，画的图还蛮好看的，画一棵树蛮好看的。然后那时候被粉丝灌票，我觉得很难过。我说人家明明画的很漂亮啊，你们在那边灌票真的是不太好。好啦，结束。我觉得狗狗很有创意啊，画画画就是要创意这个东西。那个没创意画出来的图，就真的觉得那就只是个图，对不对？哎，好嘞，我来看看更新了什么。恐鬼症。Give me a sign。 你们是睡醒了吗？请问进来的二十个人，请问九点后进来的二十个人，你们是睡醒了？翻译转至繁体简体中文未必完全哦，他还是没有弄，还是要装那个才行。哎，更新了哦，对，他有稍微更新了一些东西，然后下来。我看他字好像有变得比较一些雾雾的、欸欸、等一下，我为什么截取不到画面？等一下哦，等待回应。Welcome back. There's some traps ready for you.按错了，要按左边的白痴。我白痴哦，左边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看得懂英文，应该点左边的，点右边的就离开。哎，啊，睡醒了，好。你可以画自己背上背的一个壳，我画兔子就好了，或画自己干嘛？白痴，又没认识我。点这个啦哦，生气耶！哦，生气耶！单人游戏，正常同意都会在右边，对，所以我刚刚看到他不给我叫台龟，没事啦。枫叶，哎，没有更新，哎。我们看看啊、喔，我比较好奇是鬼丢进来了没？他说有测让鬼先丢进来，让我们找。他说大量发生。所以小布他们玩到两三千等，到底是什么狗东西啊？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你们出去玩的时候，小布他们在对不对？小布可爱吗？我觉得有布这个字就是很可爱的动物，对不对？嗯，布布那么可爱，你的台不是有小布跟布布吗？哦哦哦哦哦！
好看，好看，太好看了，好看死了。目前台规只有管管和委员可以叫哦，哦，这个原因哦。我要 po 一下 ，life 区。好看，好看，然后也放得回去吗？哦，哇，这样好宽，好棒哦，哇！然后照相机，照相机，手电筒，然后哦没有了，哎、欸，里面不一样哎、欸，屁嘞，一样啊，原来是这个红红的哦，白痴哦！我想说，靠近门里面已经有了。篝火现在的温度会上升，然后新增三种回，给你们两个星星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刚刚有看更新资讯。来，哇，摩洛克洛伊，我要贴一下，而且克洛伊耶，克洛伊。克洛伊，我以后要叫他克洛伊。摩洛伊吸血鬼从坟墓中复活，他能从活人身上吸取能量，并且距离远距离才能治愈。目标越弱小，他越强大哦，所以是理智吧？他的嗅觉过于明显，虚弱时间较长。雾影藏在雾中，化为虚弱虚弱的雾。通灵盒笔记点阵，通灵灵球笔记点阵。哇，这个搞不好小鱼会喜，小鱼应该也是喜欢这只鬼，除了笔记以外。欸，三个鬼都有笔记耶，哇，哭了。欸，太棒了吧。有笔记，有寒温。哇。再来就是在指纹是恶魔，通灵盒是摩洛伊。哎呦。解毒剂是什么？什么是解毒剂？我没买耶。来，你们三个选一个，来来来，让你们选，让你们选。啊，算了，我自己选。啊，克。我觉得这样他会不开心啊！欸，可是我觉得字好像变得比较黑体好看了，他好看呢。你十点才到家，你慢慢来啊，不急啊，你慢慢来啊，你慢慢来。我知道那些女装要换下来比较久一点。摩洛伊的解说有说解毒剂，刚刚摩洛伊中中毒解毒什么不是吗？玉林哦，怎么会吃玉林？添加有新的东西吗？返回购买没有欸？解毒剂是醒脑丸吧？拥有林购买购买购买。
有给你小礼物而已，高跟鞋吗？还是丝袜？欸，他们会叫你在开运动台的时候穿丝袜。欸，那天米米一直找我玩那个运动村的时候，想，不行，现在没办法。现在这个我的右边会撞到墙壁，没办法玩。我是贴着我的右边贴着墙壁的，看来是醒脑了，感觉是醒脑玩呢、啊。而且他要怎么让玩家虚弱？会扣的东西就只有理智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啊不是，我什么都没带哦。一开始送这么多东西哦，证据。哦，字体变好黑，我好喜欢。他会对受害者施加诅咒，只有通过解毒剂或远距离移动才能治疗。解毒剂到底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哦，白痴，都会平板。白痴哦！我刚以为我被这个门卡住。哎呦，这什么视角啊？天啊！鬼头。你就不怕门口鬼是不是？这么大，上次会中门口鬼，我也是吓到好吗？不对，这样叫克洛伊好像会不开心耶。打算自己抓鬼吗？怎么可能？白痴哦，这个自己玩业余也很恐怖，好不好？白痴，我有鬼影呢，让鬼影。我觉得这个很母汤哎。他有没有雷射笔之类的？那都吓死人呢！以后看这个都要关灯。好了，啊，他会不断的感应活了，你可以跑，但不能躲，什么意思？多年以来在躲避猎鬼师，据说鬼能追踪到最隐蔽的猎物，什么意思？他在躲猎鬼师，但是我们是猎鬼师吧？啊，但是为什么要被他走？他需要大量的能量形成，而且移动非常缓慢哦，他会找得到人。所以我们要一直绕它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跑，但不能躲，它一定找得到人，所以躲没有用。哇，差耶！即使在灵界，它也会随着时间来推移，所以迅速衰老。我们它在活人面前似乎衰老更快，什么意思？是他的声音会从变成啊这样子吗？有人进入调查区域后，他会变得活跃，警觉和敏捷。
它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弱，行动迟缓且攻击。啊？哦，越来越不会进入猎杀的意思吗？它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弱，行动迟缓且攻击性弱。可能是吧。有点互相矛盾，到底是躲人还杀人？就这只怪怪的啊，他在躲避猎鬼师啊，但是就不怕人就对了啊，他躲鬼但不怕啊，吉娃娃。再见了，恶魔，恶魔洛伊，好好好好好，要恶魔还洛伊呢？你看，就只差指纹跟通灵盒而已。嗯，没有选到。撑越久越弱，我们就理智归零吧，对吧？好了，这就是红鬼阵。哎、欸，他的感觉，他的边框有模糊羽化、欸，好不舒服。好啦，玩游戏，来吧，说好的打麻将的，不是哦，干小林醒了没啊？那几人？哎、欸，50人了哎、欸，我们说好50人要打麻的，来吧来吧，不是早上本来就想打嘛，可是看到只有10个人哎、欸，魔力宝贝结束的时候还剩下20几个人哎、欸。他有说那个啦，这三个鬼会大量发生，可能玩个5场会遇1场。你在段位中，哎呀，真是可惜了，信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编辑资料。わらわのような神様を待たせるとは、随分な度胸ではないか。这样。わらわに気に入られているとはいえ、何でも許されると思わない。你也在段位啊，真的是太可惜了，两位。搞不好我们就只打这一场而已哟、喔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、喔，4人1局吗？不然我们来玩一下吧。起始点数100，一位必要点数。200。欸、这样是不是就不能立直啦、啊？不行，100、1000、2000，好，4宝牌好不好？反正一定会死。啊，公开手牌好不好？来，60869，先看呐、啊，感觉。人不多嘛，人不多就是可以重复抢啊。你到底是有没有在上班啊？怎么这时间还是醒着？干偷看台。讲咯。啊，欢迎大家断幺九好吗？一排齁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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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没做哦。会不会一巡直接结束？就一局而已啊！我只调一局啊！
欸，这时候福利值也很好玩呢、欸。福利值不知道对方听牌了，快和就快点赢。对啊，就适合你这种人啊，要不要抢？要不要抢一抢？哎、欸、，Joko， 你看 Life 区 ，Joko， 你看 Life， 红鬼更新了。哇，这时候我就太早了吧？早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刚刚想说他看他有更新资讯，然后点开来看。哦，车车也更新了啊，什么都更新了。哦，对啊，我知道。哦，你知道怎么没跟我说？我早上睡觉有打开玩一次，车子变很漂亮哎，就不会那么挤了。好的，玲玲，请自己离开，谢谢。我们就这样子玩。好的，那其他两位留下来。啊。自己离开哦，我不踢人哦。那就。大した。何事もトップを目指すのが生徒会。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す。好喂，好喂，我等一下哦。编辑。一千分的口人麻将。但东西装不回去，对啊，我觉得东西要挂的回去会比较好。但掉地上好哭啊！啊，就讲了，如果今天我被击飞的话，就三位继续留下来。那如果是我跟可能对家被击飞的话，啊，对家请离啊，反正我一定要留下来嘛，不然我真的留。我真的放你们自己玩，这样又觉得很不对。反正可以再抢，没事啦，对吧、啊？现在先不要抢啊、等确定大家都抢过了之后再开放吧。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林毅乖乖。你看哦、喔，46人有多少人会打麻将？好，我们算三分之一好了，10个人，所以我们打10场的话就有人可以进来了。零一没事啦，零一，你非换房间，然后嘞，大家就可以重新再抢吗？这样子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飞了之后，那个抢人的名额重新归零。哪来那么多业障可以消？我就没有。啊！感谢马同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我的小牌好过瘾哦，有没有？大したことじゃありません。啊！感谢马同学让其他人有游戏玩。哎、欸，那个谁，喜羊不用跑啊，喜羊留下那个白痴，没事没事，留下来，他自己不玩的，好，我们继续往去。喜羊的白痴哦、喔！我说飞的留下，你干嘛跟着跑？留下来是飞的人走，你干嘛跟着走？你是白痴哦、喔！我不知道，我刚刚一直有讲啊，可能是我解释的不够清楚。助攻魔法，没关系，我也不行玩了啊！怎么了？没爱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嘛！啊，我就知道，就知道，这是什么牌？麻将牌，我要立直了哦！我要立直咯，我在立直的路上咯。看哪一个啊？
你要去打羽球哦，好吧。不会是暗课吧？不要太想我，不会啦，不会啊。有没有考虑跟番茄一下？我觉得你跟番茄还不错啊。哎呦，封闭是不是第一场就在了？对啊。不，你好狠呐、啊！干我的七对子哎，我还想做梦啊！搞错，刚怼了你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大したことじゃありません。何事もトップを目指す。啊，感谢无名。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す。谁啦？哎、欸，新观众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、欸，利恩，点了利恩。我们很熟吗？不熟可以认识啊，认识一下就熟了啊。刚还想速攻魔法，可恶！这次一定速。可以陪我睡，我妈好啊。我以为要说考一下、进一下就熟了，没有，我又不是怪人，我哪有，对吧？怪人，我哪有？嗯，我又怎么了？没有啊，讲干话，讲一些很过气的干话。那的确是他会说的，对吧？对吧？我们要站在怪人的思考圈圈里面，想着他等一下会说什么话。刚才肚子痛，结果是血月，我直接崩溃。好，没事，要挂机，请到地洞啊，洞穴环境，不要在地下哦，要在那个洞穴哦。关死的还是你自己哦。可以一直抢，还不行，还不行，看有没有人。就等一下看到最后一个，如果超过十秒钟的话，再开放。因为我现在不确定人到哪里了啊。是我的了吧？这两天是。轮到我了吧，立刻下去。力气一发，ドラドラ。来，今天，今天最高的一万二啊！哇，我多了十二倍，好爽哦、喔！好，立恩，拜拜。我创了今天的最新高，有没有要挑战啊？要认识要等我家兔哦，你很害羞哦，所以在这边不认识你吗？喜羊羊，我觉得大家都认识你是谁了。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他害羞而已。你今天给他吃早餐，他可能你要给他吃你吃过的早餐，他可能就跟你会比较熟。欸，不然下次来好了，就1000分，看看谁分数最高。
下次啊，这次就先放着了。好，出发路上小心。大家上面的空气很新鲜哦。哎，有没有要在这一场和国事无双啊？可以，我没有这么坏。想想封闭玩到多少场才会下去，也很难要针对他，因为毕竟放枪都放枪了，没办法。他应该很开心吧？他离职了。他又要赖着不走了。这张，好好好好好，各位练防御啊！我在练了，我最近在想办法练防御力了。那请问你们，那信你跟我说他听什么？信他听什么？快告诉我！通灵！这张，天上陪你，天上是利恩的吧？他已经突破臭氧层了呢。哇塞，他又留下来了。啊，感谢这位新观众，谢谢。这防御力怎么练啊？练不起来吧。有哎呦，六跟八。有哎，你猜对了一个。真木，封闭交给你了，封木。你猜对了，厉害。那字幕有可能活下来，没有，就只有一局而已啊。一局留下来就是大家在一场啊。国士无双，再想想，我最近一点口能能力都没有了。干嘛？你也进入 CD 了吗？自摸断腰，有人要走吗？3000没有就一位啊，你就一位服侍定，一定搞定。别梦了，起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张哎，9种9牌了哎。要断我们的断腰跟一排发挥的淋漓尽致，冲吧断腰少年们！哇，他已经几番了？1、2、3、4、5番了哎！哇，他要成为今天最高分的传说了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安鸟安安。
哇！你存个一宝牌吧，没人死啊！继续继续继续，再一场再一场再一场。你守住了最高分，谢谢。我们再一场再一场再一场，不要离开哦。有没有打算看看今天连续存最多场？那你帮我记一下他已经几场了，帮我算一下他几场好不好？你的碰碰壶，打错房号，结果进到别人的房间。今天就是丑的一天，我们要丑的，有吗？越臭越丑越香，只好进去认识一下，教他们做人。他就说：“欸，是谁？是谁？这个人是谁？”那你是被踢的还是自己出来的？自己出来哦，害羞啦，菜鸟害羞啦。60689啊，我的是多少？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合？再一场。哎呦！完了，我绑架了我自己。我可以调规则吗？不丑了，不丑了啊！各位，我不丑了，我不丑了。蒙蔽有没有很开心？玩了这么多场。小妞早安啊，封闭的高光时刻。耳朵好痒，你终于出来，这么想出来呀。神に好かれておらぬ灰なぞ、いくら来ても同じなのじゃ。パン。
ち。完蛋了！哎呦，走不了了，走不了了，我走不了了，我出去开一间嘛。来第三场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再来再来再来，我换造型。听说清明用这只不断的合牌，是不是？啊啊啊！嗯，哈哈哈 ！L 崩溃啊！我不是保驾吧？我很想跟大家一起玩。何时是？这样讲讲好像有点可怜哎，有一个人离开，可是修罗场又一大堆抢不到，靠！我靠！看来机会到了。场了，封闭第十场了，好扯哦！有让你找回口人的手感的吗？是吗？口到喽，口到喽，口到喽。好，感谢吐司啊，感谢感谢。你是不是很嗨啊你？啊，制止他一下，要不要最高连续口人保持？不可能啊，你有没有口到几个？你刚口到几个？两个而已吧，还三个，要连续哦。他才是魔王吧？他赖着不走。三个前面三场，哦，哦，这么说你很会口咯。字幕好像有点难，我刚其实快可以了，好想要口了三个人哦。待遇早安，待遇早安。砰！啊，被养大了。鸡。鸡。
气。好恐怖哦！哇塞，用性命在打牌，我的天哪！狂赌之不是赌博末世录。砰！砰！嗯，怎么？什么？断，打不动，封闭，封闭被断了，封闭被拉下去了。好啦，这样的情况就是生母跟封闭再见了。怎么全走？我不能走，我要继续开着。欸，这会影响那个吗？哦，不会。欸，还好。欸，好啦，加油！感谢辛苦封闭了，你玩了十场了。欸，开心了。我还等不到，抓抓抓抓抓抓抓！这怎么玩呐？哎呦，好害羞哦，什么东西？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。嗯，好，怎么办啊？我要把牌打臭。我要让这个牌变臭。无意。我要把这个牌变臭。后悔了吗？不会啊。啊，自己做过的事情，躺着也要爬完它啊，懂吗？又教会大家一句话。嗯，等一下如果摸到了这两张其中一张啊，是不是就不后悔了？对不对？哎呦呀！躺着怎么爬？可以啊！大法师有没有看过？
哎、欸，刘菊被飞的也算哦。还想防守啊？当两张两张，再见了信。你是今天第一个三二一，啊，再见了信，拜拜。感谢信成为我们今天第一个留局复分的人。走开，自己走。哎、欸，你们等下自己走哦。好好好。我板踢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真的投，哎、欸，回来，香菜回来，香菜，哎、欸，香菜到底是谁啊？香菜开玩笑的啦，看到香菜想踢而已，但没有真的踢过啦。哭了，香菜有在聊天室讲个话，我记不得你是谁，开玩笑的啦，还是你跟许洋洋一样是要去打羽毛球？砰！看。等等，我以为是我叫自己走，没有啦。哎、啊，猫凯是香菜哦、喔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冠良也很狠哦、喔，冠良狠狠的哟、喔。阿贝出事了。打出来！记。记。没有啊，你每次进来，我不是都说臭菜，我把你踢了，我每次都讲吧。哇，番茄，你让我好开心哦！啊，再见，番茄，再见。番茄，再见。番茄，上面的空气新鲜吗？你找得到利润吗？
他在上面一点点，遇到他帮我跟他说安安哦。你在修眉毛？你为什么要修眉毛？你在更上面，对，他在1200米的高空上。王晨贤安安，狼啊！你眉毛很丑 ，M 字连在一起耶，哦，你说两斤的那种眉毛、啊。那会看到吗？欸，会耶。来吧，继续下一场。没有完蛋啊，走吧走吧。啊。好，小妞，拜拜。场外要抢的没有机会啊！不是哦，我很努力了哦。你感受不出来的努力吗？好吧。还信誓旦旦的说，嗯，一万一定没事。被碰走啦。
你说刚打出一万要再一次什么事？没人呢、欸，好等哦，好等，好等哦。太偷偷来了吧！可恶，被偷偷来了。今日の不幸は別の人に降りかかったな。感谢感谢，啊，冠良跟奉天波波，哦，你还是抢进来了啊，很会抢呢。走吧，走吧。壳类被摸了，什么壳类？哈，蹦！我你妈啦！这不是修罗场呢。这不是修罗场呢，滚你个头啦！滚！你看都知道我在听什么了，都被知道啦。不是修罗也可以过啊，可以啊。蒂恩你来，你进来，你该降落了吧？上面的空气太新鲜了，下来下来。小楼，什么小楼？小楼是你女儿的名字吗，爸爸？还是你爱人的名字？降落，啊，你打西了是不是？哦，小楼是谁？所以他可能是听258同吗？看没有。哇，那我不是要打掉这一张了吗？来啦！我心脏很大颗呢。哦，还好我是庄家，差点又被绑着了。啊！刚想说分数
算好是2000，没发现打出去了。走走走走走，香菜，陶志炫走咯，陶炫志走咯，叫错，抱歉，答应一下，不好意思。上有玩家为您准备。你打到11点哦，有点热了，已经35度了。哇，该梦了吧，该醒了吧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该醒了吧。香菜不要看台，打牌不要看台。没事啊，我最后听牌就好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反正放枪的不会是我啊，然后再倒带一次。反正放枪的不会是我、啊，这样子。好喂，天下无双呀！对吧？你看我牌，但是你不可能会飞。哎，感谢香菜，走吧走吧 ，Go Go Go Go！ 先把自己绑架回去，很好笑，自己绑自己。我不喜欢绑啦，然后自己捆起来。他可能在修眉毛吧，修眉毛也看到牌，对不对？我懂你，我懂你。I know you。你们觉得这样好还是修罗场好啊？因为对啊，就面临到可能会有人就是连装的问题。对不对？5、6、7。再来一张，这一张，或这一张。人多还是修罗好？世上只有妈妈好。对啊，又要拼自己色，我觉得可以耶。啊，我觉得
我现在牌最有可能是219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想一下啊、喔，这不是绿一色吗？不行啊，不够多，不够多，让他们太明显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打出了三个绿色的，怎么是自己色？但是青老头啊。大鱼，你们在上班，你们乖乖上班。哦，下一次应该多一条，繁星飞了全换，又就没人敢呼了。不行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好不容易抢进来的，就大家都跑掉了，会被责备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可以练，对啊，就是练。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ボンニャ。ジ。完了，我要绑架自己了吗？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我又要拿绳子绑自己了，我天啊！啊，没有我的事了吗？有干还是我的事哎、欸？嗯。不要乱吃啦，很恐怖哎、欸！啊，感谢曹。全字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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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大家都两千。きっとみんなが手加減してくれたんだよ。哎。我踢掉了、哦，然后他不见了。你给我去上班，黛玉。你昨天什么时候跟西亚冠名为老婆了？你太扯了啦！下家靠武力存活下来了，可以啦。我刚还不是靠着武力，我不敢立职。虽然我死掉了无所谓，但是总要有一点参与感吧。只能靠我的预感。或许我不应该太沉默，无法接受那不是属于我要的承诺。也许我。不应该。哎、欸，怎么唱忘记了？不断的犯错、哦，打错、哦。好耳熟，预感啊！默默的想，是不是我为什么要吃？是不是太多情绪无法解释？你说我像个白痴，没有，你说我像个傻子。总是天然呆无法控制，偷偷的看你和他聊天手叉腰的样子。字幕很简单啊，不是啊。七
哦，好简单哦！哇哇哇！看一下几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番呐、啊，谢谢。つの，耶！我终于，白宇去上班。ドラにドラ。白宇上班喽，白宇。嘆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。没事的，黛羽还是爱还在啦，没事没事。现在只是测试啊，就是看，现在观众人数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大家都换得到的话，我说过只要空十秒钟就可以重复抢。一嘛，耐造啊！哇，黛羽哭了。白宇连椅子都还没暖下来，他还有上一场的余温在吗？对，上一场的余温还在啊。挂网出门了，好，爸爸拜拜。对不起了，爸爸，没让你玩到。你的干儿子很抱歉。干儿子，我不是干儿子的不对，哭啊！现在其实想想，大概那个什么，表演季多久，我们就认识多久哎、欸。看这一群什么克洛伊西敏的，不啊，这一群西敏的啊，克洛伊不是什么的啊，不行，长嘴，好痛。场外60秒的有没有加台鸟的77788？为什么我的房间名称就没那么好？有长到伤口了，怎么可能真的打嘴巴拍手啦？我刚刚是拍太大力，怎么可能打嘴巴？脸不是用来打的呢。哇，哭了。你快不快乐？当你推开我，脸是用来摸的，没有哎、欸，脸是用来遮的。你能露脸吗？有没有看到我刚刚说什么？脸是用来遮的，露什么脸啊？脸有什么好露的啊？对吧？七，狼呀！我真的不知道要丢哪张，难道是要丢五桶吧？我觉得他不像是要三桶的人啊，也是用来不要的。哎呀，七，哇，大宇不理我了，完了，真的走心了哎、欸，大宇没事吧？大宇。黛羽你还好吗？
白鱼上面的空气还好吧？你要不要问一下利恩？二锁可以丢，不是丢了我还是会丢到他，最后还是会回来啊。哇！等一下，我怎么是丢这一张啊？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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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亏哦！哎呦，都阿七啦！阿七道歉哦，给我写作业写100次，我对不起。反正就是我打错牌的前一秒我是跟谁讲话就是他的锅。哦，阿七，阿七，我真的是很难过，你感受到了吗？而且刚刚还呆鱼屁股还没有暖到就离开。没有吧，刚刚 也剩下二十几张有暖到吧。那个我等一下过去，我坐过去坐坐看有没有呆鱼的温度。感受不到。理解。金呀，你给我爬！残し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から。ポニャ。不对啊。刚才你丢牌的时候，你在说待遇不理你。有啦，就是你的错。力气，好险哦，好险哦！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来数十秒、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重复入场吧。开放重复，好妖啊，你很主动呢。我们的信从地狱爬起来了啊！刘局复分的信爬了起来。我从阴影中到来。完了，这些被那个死灵法师附身的、复活的。我们的信会不会再次成为啊刘局的？看来是不会了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快点给我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好吵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番呢、欸？你喊八跟九我就点了，你太坏了吧！看到没有，这两张牌就已经可以让人家飞了哦、喔。你们注意一点啊啊！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现在场上三个人，给我爬！好啦，就突然玩一玩，怎么精神来了？怕输在言辞上，我要走了，因为我要出门了。好，拜拜，路上小心。
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利恩在空中飞的话，拜托跟他挥个手，他现在还没有降落，他现在下不来，请帮我跟他说记得回来吃饭，快中午了。哎、欸，利恩不要飞太高、哦，会串线哦。吴文和南安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准备要关台咯。带氧气瓶，你又不知道潜水。在天堂之路上，什么天堂？讲的他已经走了一样，没礼貌。啊，他只在送外送而已。哇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パン。太晚进来了，嗯，确实有点晚。砰！リーチ。请复活了！强势回归，看一下这个，再看一次，记录一下，这个是他流局复分。然后再笑人家自己要飞走了。啊啊！龙。云氏入口即化的味道，你说棉花糖吗？哎呦哎呦哎呦，信好凶哦。任務完了。哎，五十九分，再一场再一场再一场。哎、欸、你下来得很快，你骗子哦，不是说下不来。都是骗人的，妈骗子！各位，他下来的很快呢，突然咻，我们创造了同一房了，妈的，这个人！好啦，最后一场了，感谢。那之后有机会再来这样玩，感觉还可以。妈的，你飞很快呢，等到死。没有，因为已经就是确定，已经刚刚不是数十个人嘛，已经没有人了，然后就直接开了，可能刚好搭到地球的影子，眨眼，我觉得他是我们光遇所谓的串线。帮我撑十秒呢？没有没有，来不及了。同人在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死了。我仿佛看到你嘴巴还有鱼在嚼云的样子，还在嚼。你可以用阿亮最爱用的那个贴图吗？三个点的那个。对，不是三个点，对，这个阿亮爱用的贴图。
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是。パン。チ。チ。哇，阿亮很喜欢用那个啊，他超爱用的，好不好？嘣，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打出去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信，你是不是又要无意了？算了，我走，我走。来信你要什么？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你看他的信的时候，没有啊？他连在实况上面都喜欢用他贴图啊。三。二一，哎，啊，好危险呐！好的，感谢进，拜拜，再次起飞啊！这次飞比较低一点了，那很上下下的啦，想骗，哎，跑掉了，不信啊，利恩啊，对不起，叫错了，啊，利恩叫错了啦，你们两个都飞那么高。好了，那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。早上最近玩的游戏比较随性，嘿，你又回来了，我去下面买个东西，所以很快就上来了。好，要关台了，感谢啦。啊，这边活动，哎，信件有东西领，要记得领哦。背带第二轮不出信，没办法，他脸上都是云，都是雾，他看都看不到。啊，好的，这次寻觅有啥没有？各位晚安，看看有谁可以带哦。我们搭着信的航空啊，我们去降落到谁的那边？哎，这是什么歌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工作室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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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看看有谁开台。也是啦，谁会一大早在那边开台啦？好啦，这个没有人，还是你们要去看那个八大 GTA 哦，这 GTV 啊 GTA GTA。好啦，好像没有欸。有个宝可梦剑盾比赛，还是你要看这个？好啦，没有了，那大家晚安咯，拜拜拜拜。晚上再看是要泰拉还是抓鬼，再问一下啾啾跟小鱼。好了，晚安晚安晚安，大家晚安。